嗰個錄影啊。好好，阿謙，得未？係。Okay, bismillah ar-Rahman ar-Rahim. Alhamdulillah, alhamdulillah alladhi hadana li hadha wa ma kunna linahtadiya lawla an hadana Allah. Allahumma salli wa sallim wa barik ala sayyidina Muhammad wa ala alihi wa ashabihi wa man tabi'ahum bi ihsanin ila yaumiddin. Amma ba'd. Rabbi shrah li sadri wa yassir li ويسر لي أمري وحلل عقدة من لساني يفقه قولي سبحان الذي لا علم لنا إلا ما علمتنا إنك أنت العليم الحكيم قوي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كمنا الحمد لله كما نيوكي ولكم دعك فنهام كو يانك كينيم同埋呢一個咧，因為咧，我以我所知咧，應該係第一次分享呢一個 topic， 呢一個題目，呢個議題。而呢個議題咧，就因為仲研究緊、學習緊、收集緊資料，以便咧更加完善啊。所以咧，我就冇話整咗一個PowerPoint 等大家咧多啲我哋大家溝通交流之後如果係遲啲大家都認同或者係覺得可以嘅話咧，我哋先再一次分享出嚟。咁呢個咧，我想強調一點係我自己個人嘅經驗自己經驗。當然呢啲咧都係有同我哋 Islam Quran 呢啲有關嘅。怎样跟华人分享 Islam 正信的个人经验，今天的题目是这样。那我们一讲 Islam 呢，特别是我们打话的时候呢，不一定是打话啦，就算我们跟人家聊天任何时候呢，我们离不开有一个叫做一神教一神教这个概念。但是呢，一神教呢有很多斟酌的当然如果是这个 concept 我们跟那个基督徒或者是西方的人或者是基督徒天主教徒这些的华人分享呢就 OK 的OK 的。所以今天我们强调的呢，或者是我们的对象呢，是讲紧非基督宗教，非 Ahlul Kitab 的华人也是一般的民间信仰或者是信佛教信道教或者儒家儒释道这些的华人。首先我们说那个一神教，这个我刚才说到值得斟酌的地方就是呢因为多数我们强调当我们说一神教的时候呢 是由 Ibrahim 开始的所以英文都有一个就是 Ibrahim Abrahamic Faith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呢是认识一下 Islam 的历史啦，纵横观，纵的横横的。1442呢，是什么年啊？Umaru，记不记得我好像讲过1442啊1442。咩冇印象啊 ？1442我哋睇紧直播嗰啲应该知噶啦。1442 Hijri 嘛。Hijri 系咩 calendar 啊？咩嚟噶？
呢一个咧，可以话啱，可以话唔啱嘅。其实咧，我记得我哋细个写唔叫伊斯兰历嘅，阿拉伯文都唔系叫 Islamic calendar。Hijri。啊，呢一个咧，即系误解咗好多人。啊，或者系俾好多人误导咗。因为一讲1442咧，哦，1442，即系 Islam 得1442咯。嗱，呢一点咧，我哋就已经错咗噶啦。如果我哋用呢一个 concept 去讲咧，啊，就错噶啦。啊，当然我哋唔系话有去同人哋拗，因为人哋有啲读历史，有啲读咩嘅话，宗教史乜事嗰啲咧，系佢哋因为以穆罕默德、索罗罗、阿里西林嗰个年份，或者你哋用嘅呢个年份咧嚟计算。你哋嘅年纪咁样咯，啊，但事实唔系噶嘛，系嘛？事实唔系嘅。咁就 Islam 系几时开始咧？1442年之前嘅边一年？嗱，1442我简单讲下先。1442咧系穆罕默德 ﷺ 阿里西林由麦加迁徙到 Medina 嗰一年到依家。OK， 啊，所以唔系 Islamic calendar 啊，虽然我哋 Muslim 系用紧呢一个 calendar 呢一个历法，但系唔系 Islam 嘅，系 Muslim 嘅，今日嘅 Muslim 用嘅，由穆罕默德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由麦加迁徙到 Medina 嗰年开始计到依家系1442，但 Islam 系早过嗰个噶嘛。系嘛？早过嗰个嘛？啊，早到几时咧？早成点咧？啊，早到几时？早成点咧？各位有冇印象啊？人类有历史就有啦。系，人类有历史就有，不过咧，我哋要古兰嗰度去寻找。OK， 啊，我哋熟悉嘅咧系最尾嗰句。Al-Yawma Akmaltu Lakum Dinukum， 即是今天呢，我已经成全了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了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 Islam 做你们的宗教，这个大家都熟悉的。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讲的什么呢，完成了，还有呢，是的，完成，两个都是讲完成的，但是 Arabic 不同， Arabic 一个叫 Tamam， 一个叫 Kamal， Atmamtu Alaykum Ni'mati。啊，同埋咧，我落atmamtu 同埋 akmaltu 都系讲 complete perfect， 用咗呢两个唔同嘅词。嗱，中文就用咗完成啦，但呢个完成即系 complete 啊嘛。而家我哋讲紧揾紧 starting point， 呢个系 ending point 啊嘛。OK， 就算穆罕默德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佢系。ending point 嚟嘅，佢唔系 starting point 啊。因此咧，我哋又揾翻 starting point 喺边度啦。啊，《古兰经》13:7啊。当时咧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啊，把亚当阿拉伊斯兰同埋夏娃啦，啊，甚至包括埋金啦 ，Allah 你们啊嘛。通通由呢度落去，真系佢一定要去边度咧？嗱，然后咧话我嘅引导如果到达你们，那么谁遵守我啲引导嘅话咧，谁就将来就冇恐惧也不愁。嗱，英文呢度都有嘅 ，OK， 啊，嗱 ，get down all from here，OK， 嗱呢一度咧就系 starting point 啦。我话你哋落去啦，将来咧。如果我的引导，这里就是讲的那个 guideline， or guidance， Allah 的引导就是 Islam。所以刚才呢，宇宙真都讲了，有人类那天，即是有亚当那天就已经开始了。OK， 那来到穆罕默德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的，刚才我读了那一节呢，就是 complete 了。所以还几远啊？OK， 要阿当嗰边
嚟到穆罕默德啦啦啦，所以穆罕默德係最後噶嘛 ，the last prophet and last messenger 嘛，佢唔係 only one messenger 嘛。啊，呢個係重嘅，還呢 ？OK， 重嘅係咁樣嚟啦。OK， 咁而家我哋還嗰度啦。如果是一神教呢，我们多数最多是去强虽然去伊布拉罕之前我们都可以的，但是离不开犹太教，甚至犹太教就是第一个。啊，最初的就是一神教的 concept， 是吧？一讲一神教，犹太教第一啦。誰是他之前，你說不到的，就算你說，喂，那時沒有猶太教的，他說是啊。所以他給另外一個名字，古猶太教，就是古時候猶太人信的教，但你說不清楚。But anyway， 猶太，一神教呢，就變成了他是大佬了，甚至他是祖先。你后边先跟住嚟天主教、基督教，再后来先有你 Islam。啊，呢个唔符合 Islam 嘅 concept。Islam start from Adam alayhi salam。咁还嘅时候咧，系固然 Ibrahim alayhi salam， 我哋都叫佢一个咁样 Abul Anbiya， 即系佢嘅后裔入边有好多先知。由 Ishaq、Ismail 開始，他兩個仔都是先知，在之後的 Ya'qub、Yusuf、Musa、Dawood、David、Solomon、Hamblan 這些，最後的 Isa alayhi salam， 他們 都是先知，是有很多先知，沒錯到，但是這個就是一部分而已，這個就是一部分而已。咁如果我哋睇翻《古蘭》咧，嗱，《古蘭》入邊就要講好多啦，例如五章三節嗰度咧，我喺每一個民族中確已派遣一個使者，每一個民族 ，OK， 啊，而且咧叫佢哋當崇拜真主，遠離惡魔。還有十六章三十六節，又是不信道者說，為什麼沒有一種跡象從他的主降臨他呢？你只是一個警告者，每個民族都有一個引導者。即係有呢度，我哋知道咧，阿拉伯嘅先知使者唔係得一個民族先有，但一神教咧係一個民族啫，猶太民族。你哋後邊嗰啲咪係猶太人嘅基督教、天主教，咪係猶太人嘅 Islam， 即係今日講嘅 Islam 啊。一四四二嘅 Islam 嚟講嘅話咧，都係後期由我哋呢度。分支出去的，继承我们的，遗产也好，什么都好，但是不要忘记，Islam是来自Allah的，不是来自一个民族，所以当我们看回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Allah是派先知去到每一个民族，阿伯拉罕、伊布拉罕、阿拉伊斯兰，佢嘅后裔咁多嘅先知，佢哋都系众多民族、众多先知嘅其中一小部分啫。而且阿拉圣人穆罕默德（苏鲁拉）喺你心都要讲俾我听嘅大概嘅人数咧，即系先知就十二万几噶嘛，十二万四千几嘅。咁我哋如果系讲集中讲一神教咧？
就冇咗嗰一扎啦，啊，就冇咗嗰一扎啦，啊，所以而家我哋揾翻，即系伊布拉欣阿拉伊斯兰后裔嘅呢啲先知以外嘅先知嘅足迹，啊，佢哋嘅教导，啊，当时阿拉都要讲咧。每一个民族我都要派一个使者说，即是教那些人怎么说呢，你们当崇拜真主嘛，个个先知都是教人去信真主拜中真主的嘛。那为什么我们把一成教那里呢，我们把那些这帮人即是直情排除了，差不多是。啊，因此呢，我哋就係有一個責任呢，又係即係去尋找返呢一班先知，即係除咗伊布拉欣以外嘅伊布拉欣呢個系列，啊，所謂而家講嘅一神教嘅呢個以外嘅先知嘅教導嘅一啲嘅影子 shadow 啊，我哋嘅 villain， 唔係未必係真實嘅，因為變曬啊嘛。咁特別係我哋東方人咯，咁東方人入邊咧，特別係華人咯，嗱華人咁多，啊，所以今日呢個咧唔單止係華人啦，同樣係東方人咧都係適合嘅，因為東方人咧，我哋知道係排除喺一成舊以外噶嘛，啊，所以咧我就喺呢一個範圍即係摸索咯。尋找一下看看，是的，那以前的先知他教导那些，一定有的，根据古拉安来讲，是一定有的嘛，不单止是伊布拉欣这一扎而已嘛，那还有其他的民族，其他的那个地方的先知，那他们的教导是哪里呢，有些什么呢，一路呢到穆罕默德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的刚才我讲那个阿日啦，啊呢一日咧，啊我成全咗你们啲宗教，而家完成咗我所赐你们啲恩典。啊呢度咧先完整，即系 Islam 系由亚当到穆罕默德所罗罗去阿拉伯西林嗰啲嘅综合同埋综合成个 package 先系 Islam 嘅。既然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在全人类的每一个民族都要派遣这个先知了，所以呢一定是有，啊，只不过我们的认识那里，啊，或者有一些偏见，啊，或者是无知，或他完全无拉能，就不是的，虽然不是正确，即是到了现在不是正确，你基督教的信仰都不正確啦，由伊斯蘭角度睇，由伊斯蘭角度睇，猶太教的信仰都不正確啦，即係我哋以而家咁嘅穆罕默德所羅羅阿里森嘅角度嚟講，你唔信穆罕默德所羅就已經唔係穆斯林啦嘛。同樣嘅，我哋今日所謂嘅穆斯林，如果你係就係信穆罕默德、信阿拉同穆罕默德，而唔信其他嘅先知。特別是有名有姓的，同樣你不是穆斯林的啦，啊，同樣你不是穆斯林的啦，你說不是，我說La ilaha illallah Muhammadur Rasulullah的，但是我就是不信這個那個而這個那個才在古蘭裡面有名有姓的，因为 Islam 的信仰入边是信众使者的嘛，阿曼纳拉苏鲁啊，比玛翁兹勒伊勒希米罗比希瓦姆米努啊，众信使同埋先知咧，佢哋都什么？比拉希和麦拉伊卡提希和古杜比希瓦鲁苏里，信众天神、众使者同埋所有嘅经典的嘛，呢啲全部都系嚟自 Allah 的嘛。
咁嚟自 Allah 嘅嘢咧，我哋唔可以 double check 噶嘛。因为先知嘅唔系先知嘅身份系由 Allah 拣选而差派，唔系以我哋人，我先知本人佢自己拣话我要做先知，跟住咧有一啲方法啊去修炼修成一个先知，唔系嘛？而家唔系我哋跟随者，你几百万又好，几千万又好，几亿都好啊！我哋认为呢个系啦，佢就系先知啦，唔系噶嘛？首先是 Allah 揀選， Allah 是主持主動的，先知是被動的，所以既然是 Allah 揀選而差派來這些先知之後，那你還你和我還要資格揀一下，哎，這個我不要啊，這個我不要啊，即是沒有這個 right， 沒有這個權利。所以你就算用 Islam 的角度来看的话，为什么说犹太教不是穆斯林呢？犹太教徒，因为他们不信伊斯兰，不信穆罕默德的身。为什么基督徒、啊、又不是穆斯林呢？不算是穆斯林呢？因为他不信穆罕默德的身。所以呢，变成呢，我们看回个历史的时候，看回个古安的时候，就是中的还的，如果是总结了之后呢，即是各个民族，既然各个民族都有 Allah 派遣的使者或者先知，那我们就是现在是找回一些、啊、层楼的一些的教导、啊、又或者是、即是、共同点，是咯，既然他们教过的话，要曾经派过的话，一定有一些东西是跟我们现在一致的，我就算现在已经不一致了，但是曾经一致的嘛。所以问究原一和问究合一是不同的。问究原一这个教呢，就是所有的教主或者所有的宗教，但是这个宗教呢，括括、啊、括括里面呢，如果讲，如果讲基督教呢，就是伊撒阿拉撒林还在生的时候咯。啊、如果有讲犹太教咧，系穆萨阿拉斯林仲在生嘅时候啦。如果你讲佛教嘅话咧，即系释迦牟尼佛祖仲在生嘅时候啦。嗱咁样计 ，OK， 唔系今时今日你见到嘅呢啲。咁样计嘅话咧，所有宗教嘅源头系同一个嚟嘅，冇一位先知系创立咗任何宗教啊嘛。所有嘅先知都系提 Allah。传达正信的嘛，都是教人去拜 Allah 的嘛。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找回一些的相似的地方了。那有两点的，或者是三点，因为第三点呢复杂一点，不过呢我都去讲，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点咧系唔拜偶像，因为你讲话拜 Allah 咧，佢哋唔承认嘅，佢哋都会唔系你嘅真主，即系唔系我嘅真主。OK，Allah 系你哋嘅，即系唔系我哋嘅。其实咧，造物主 Allah，the Creator 得一个啫嘛。只不过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尊称咁计啫嘛。所以我哋唔好去执着 Allah 呢个字，或者系真主呢个字，特别是同佢哋讲嘅时候咯。OK， 啊，但我哋把 Allah 嘅说法 attribute 以佢认为嘅。无论是天也好，道也好 ，OK， 嗰种嘅名称也好，咪解释俾佢听咯。其实就是同一个嚟噶嘛，系会有唔同少少嘅对 Allah 嘅属性，即系 attribute 嗰度嘅认识会有啲唔同啊。但系咧，不过不可否认嘅就系 Allah 造物主得一个。
咁依家我哋叫佢 Allah， 叫佢真主。但以前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叫法啊。但系咧，唔拜偶像呢个咧，系第一个共同点。所以我哋睇翻嗱，我好多时即系嗰啲佛教徒啊。啊、特别佛教徒他们一讲到的时候我就问他们的问题，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问他释迦牟尼他有没有拜偶像，没有的，还没有一个告诉我说是有，有些你第一次听不明白，以为说佛教徒有冇拜偶像？你講，大把嗰、那個係，但我講緊嘅係釋迦牟尼佛祖自己，佛祖本人。然後佢哋話冇啊。咁啊，孔子又好，老子又好，都係啦。我喺嗰啲social media 嗰個都要 challenge 我，你可唔可以俾我睇一張相，就算畫出嚟嘅 ？OK， 嗱，孔子拜緊一個偶像啊 ，OK， 或者係老子拜緊偶像啊。孔子老子的偶像越多，但现在我们讲的孔子拜偶像，老子拜紧偶像的，耶稣就更加不用讲了，耶稣都要祈祷，那他有没有对着十字架祈祷啊？没的嘛，所以当我们跟他 share 这些的时候，我们讲回他，哎，是的，前日而已嘛，前日两个女人佛教徒系咯，讲嗰啲系咯，哎系喎，我话反而嗱 ，masjid 呢度冇嗰啲偶像咧，你任何先知都可以喺度带我哋礼拜。不过唔同点咧，你带我哋礼拜嘅时候唔系面对面喎，系又背住啲信众喎，我哋系跟你拜喎，唔系拜你喎，所以任何先知企。前面带我们礼拜都可以，相反的好像面对面坐着一个都不可以，包括穆罕默德坐在我们这样拜都不可以，所以就算我们去到再去到其他的文化，不一定是中国来，或者你去到菲律宾或者去到南美或者什么，我估计都是有这些的，就是圣言，他们的民族的圣言那里是没有拜偶像的嘛，这个是很多大家都认同的，因为他们自己都认同的嘛，不是我们自己在这里自己讲自己听买的嘛，问回他们。第二点呢，这个很有趣的，就是叩头了，我们叫做 sujud， 这个动作外表的动作，叩头呢，大家估下啦，除了我们穆斯林还有没有其他的叩头的？佛教，佛教，还有没有？平时那些寺庙啊，拜神的那些，是啦，拜祖先啊，是啦，你一跟落去，跟落去，特别中国人啊，中国人咧系叩头已经变咗一个咩文化，唔系宗教啦，已经系融入咗佢哋嘅生活中。那未必是 100% 一致 ，OK？ 但是有呢个叩拜 sujud 呢个动作，我哋又可以揾翻佢嘅一致处啦。特别我哋中国人，甚至结婚嘅时候生男生娘啊，系嘛？有时都有互拜啊嘛，要拜呢个拜嗰个。OK？ 嗱，我哋唔系讲拜嘅对象啊，我哋系讲拜嘅呢个动作 ，sujud 呢个动作。哪里来的呢？我们中国人在北京天坛，以前那些古时候的皇帝都叩的，都要sujud的，
佢哋拜边个咧？天子。天，佢哋系天子，皇帝系天子，老百姓咧就拜天子，皇帝先系拜祭天噶嘛。所以天咪就系佢哋以古时候中国人叫 Allah 嘅叫做咪主嘅一个名咯。所以咩天然啊、天性啊、天意啊、天命啊，人就做天际看啊，人算不如天算啊，甚至系负面嘅天谴啊。甚至是天收你啊，是买蓝天的天啊，买天空的天。但以前呢，那些皇帝呢，因为皇帝才可以祭天的，老百姓呢，好像好像说了，就拜返那些天子。第二间你可以拣啦 ，OK？ 你可以拣你系拜天咧，一系拜天子，一拜 Allah。所以呢两点咧系好好嗰个嘅，即系好易明到，即系好简单咁就可以同佢哋嗰个沟通啊，甚至咧佢哋都有啲共鸣嘅。咦系喎，一谂下系喎，所以呢个动作个佛教徒我都问佢噶。Suppose 嗱，佢哋知噶嘛？咁我话边度嚟嘅咧？呢、这个 action 呢个姿势边个教你哋噶？仲有我话，如果系佛祖咁做 sujud 嘅时候，佢对边个 sujud 咧？Suppose 佛祖佢都有叩头噶嘛？咁你后边嗰啲佛教同埋跟翻佛祖嘅孙娜咯，嗱呢两点系比较容易啊，同佢哋嘅嗰个分享嘅啊。第三点咧就嗰个啲啦，当然其实叩头咧，耶稣啊嗰啲都有叩头嘅啊，都有叩头嘅，唔单止系呢个。所以在圣经里面都有很多的嘛，他用四个字的俯伏在地，Musa 啦、Isa 啦、那个 David 啦，很多，你看看圣经里面呢，你打那四个字呢，俯伏在地呢，啪啪啪出来了，那同样的呢，你可以，如果是基督徒呢，你都可以问他的，喂，耶稣、Isa 呢，他对哪个叩头啊？咁你谂下啦，耶稣都有向住佢叩头嘅，佢系边个？呢啲喺基督徒冇噶啦，嗱基督徒啊嗰啲冇算主嘅，天主教徒有少少，嗱有时跪低啊，收拾嗰啲或者有少少啲嘅，不过卖好多次咯。但 at least 我哋而家唔讲，唔系讲信徒啊嘛，我而家系讲紧先知噶嘛，或者系我哋讲紧嘅，即系香港嘅说话讲就系教主啊，教主都叩头啊，所以点解你哋咪系跟翻嗰个教主去叩拜教主叩拜嗰个咧？OK， 而是去叩拜教主呢？第三个呢，复杂少少嘅。咁而家即系多数我哋中国人，或者点解我哋把佢哋排除一成教以外呢？就因为第三点啦，佢哋把嗰个主角，即系 Allah 做埋主呢个呢。
疏忽咗，或者係遺忘、遺忘咗、忘記咗，用邊個嚟代替咧？係第三，而家我分享呢一個神。神其实神是什么？神或者天神，咁满天神佛呢，有没有这些东西？有没有神？神是谁？那现在呢，就是这些我们把他们排除了一神教那里呢，我们其实认为他们是多神教，就是他们相信有很多神嘛。OK， 他们把他们的重心呢是转移了去到神那里，而那个神呢，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不是三个，是有很多。啊！咩死神啦、啊，咩财神啦、啊、，OK， 雷神啦、啊，啊山神啦、啊、，OK， 种种土地公啊、土地神啊呢啲啊，其实呢一个咧，我哋要搞清楚少少先嘅。诶，呢时即系我哋要知道佢哋讲紧系边个咯。啊，所以神咧喺中文嚟讲咧，应该系咪啦？而家？舉例，我哋 Muslim 或 Islam 入邊，我哋有一個叫做 Malikul Maut， 喺國內咧，即係以前啊，我唔知依家佢哋有冇咁用。以前我哋細個時，我哋學咧中文咧 ，Muslim 嘅翻譯係點樣翻譯？知唔知啊？Malikul Maut。是不是 Angel of the Death？ 英文有没有这样的翻译？有这样的翻译、okay？ 中文呢，它翻译是取命的天仙，它不用天使、哦。为什么它不用天使呢？因为它说天使是基督教用的。天仙的，是Muslim多数用天仙的。如果你去國內咧，你同嗰啲穆斯林講嘢傾偈咧，佢係用天仙嘅，佢唔用天使嘅。啊，吉布里天仙啊，啊邊個天仙邊個天仙啊？咁啊 ，Malikul Maut 取名嘅天仙咧，唔該，如果你用中文直接嗰啲華人可以聽得明嘅翻譯，我你要揾翻。他们的船员里面是谁呢？就是死神咯，拿你的命那个咯。所以我们不要去跟他们说，哎，那个是天仙来的，那个不是神啊。就好像我们那个叫什么薯仔啊，薯仔不同地方的中国人都有不同的叫法嘛，是吧？有什么土豆对了呢，薯仔对了呢，马铃薯对了呢，洋芋。咁你又同佢讲 no 嗰啲咪嗰啲系 potato 嚟噶。我哋 no 嗰啲系阿卢啊，你唔系啊，佢系马铃薯，唔系马铃薯啊，阿卢。诶，呢时我哋知道佢哋讲紧嘅死神系边个啊嘛，所以呢啲神咧，我哋相信有佢哋嘅存在，至于话佢哋。相关的细节后面讲那些故事我们不认同的嘛，我们未必认同的嘛，讲的是同一个东西，不过不同的 concept。 再一次我们讲人类了，有些人说人是怎样来的，
无神论嗰啲点讲啊？即系源后边嘅咯，进化系咪啊？咁嚟，我哋话唔系，系亚当个儿女嚟噶嘛 ？Children of Adam。佢话 no 唔系嘅啊，边度有啫？边度系亚当嘅儿女啫？系佢马骝变嚟。咁唔通你话你讲嘅系另外一班人？我讲嘅系另外一班人，系唔同类噶。咁我哋人类真系用呢两批人，唔系噶嘛？系我哋后面嘅 concept 唔同啫嘛。我哋讲紧嘅嘢系同一个嘢。你可以唔认同佢背后嗰个 concept。但是你不可以否认他讲的那件事存在嘛。所以他对神的后面的那些 concept 我们不一定认同，但是我们相信他讲的那件事是存在。例如刚才讲的死神 Malikul Maut Angel of the Death 全面的天仙，不同叫法，都是他拿命的那个阿罗派他拿命的那个天使天神。山神呢，另外一个例子我证据，山神奥马罗记不记得山神是谁啊？在 Islam 里面，Islam 我们要找有没有这件事嘛。先知穆罕默德喺百日嘅时候，系啦 ，Malikul Jabal， 点解唔系 Jibril 直接搞掂？点解唔系 Malikul Maut 嚟搞掂佢咧？点解唔系 Israfil、Israel 或 Mikael 嚟搞掂佢咧？各司其位噶嘛，各司其职噶嘛。嗱呢啲咪拉伊噶，阿拉系嘛委派佢哋各司其职嘅时候，但系喺其他嘅，特别系我哋东方或者系中国人嘅社会入边嘅信仰入边或者系文化入边咧，系叫做神咯，雷神啦、山神啦。当然有些有名有些没名，就算古兰啊、哈迪斯讲俾我哋嘅，嗰啲天使嘅名都冇咁多嘛，系嘛？古兰好似讲到两四个到五个到啫嘛 ，Jibril 啦、Mikael 啦，啊，仲有边个 ？Jarut、Marut。其他 hadith 入边讲咧 ，Israfil、Israel， 嗱唔多噶，但系咧 ，Malak 要几多啊？系啦，嗱，仲有一点啊，我自己都吓一惊啊！呢个月初应该唔知系三号一系五号咁到三日，我先听到嘅佛教嘅啊，边本经咧？药师经、药师经，佛教的讲嗰个系嗰个海涛法师，嗰、那个名咧系叫咩咧？巨山神，巨咧系一个人字边，一个玩具嘅巨，具体嗰个巨，山系生命嘅山，生活嘅山。巨山神，知唔知呢个边个？做咩嘅？系啦，佢做咩嘅？就系我哋相信嘅穆斯林讲嘅右边、左边嗰两个
同样是记录你的善，记录你的恶。个鬼神神卖鬼，所以咧，有时我同佢讲过啦，我哋穆斯林系相信有好多神嘅，不过你唔拜神。多数嘅人信神咧系拜神，我哋相信系有神而唔拜神。所以你就去明白到，嗱，佢讲嗰啲神神鬼鬼或者乜嘅时候，一个系 Jin 咧，一个系 Malaika 嘅时候咧，咁你就去理解到，嗱，佢哋讲嗰啲嘅 concept， 嗱，我哋话咗唔系话认同佢嗰啲系啱，就系知道佢哋讲嗰啲系乜嘢，而咧你就解释俾佢听，啊，其实系神之上咧，仲有一个嘅。我呢啲神咧，你知唔知系边个创造佢哋嘅？咁解释俾佢哋啫嘛。所以神咧，我哋多数用翻系圣经或者系西方嗰个 God 翻译过嚟嘅神。所以你对西方人讲的话呢，他易明啲，一讲 God 呢他就知道。其实如果是深入少少的话呢，英文那个 God 呢，他都有世鸡啊，或者是大鸡世鸡，甚至有性别 God 啊 Goddess 啊，还有是众数 Gods。所以跟中文那个神又变成一样了。啊，所以如果深入少少是 confuse 噶。如果我哋讲神神神嘅话咧，中国人就以为咯，哦，你咁多众多天神入嚟嘅其中一个啫嘛，佢哋嘅理解系嘛？虽然你讲嘅系 Allah， 你用翻西方嗰个角翻译过嚟嘅神。我讲咗，如果你同基督徒、天主教徒啲讲得佢明，但系你同非基督宗教嘅信者嘅话讲嘅话咧，佢认为佢系咁多神入边其中另外一个叫 Allah 啫。但系我哋又讲俾佢哋听嘅系唔系，一个系 Creator， 另外一个系 Creations， 一个系创造者，一个系被创造者。他们的不同不是去跟他们征教那个数目那里，只有一个神而已，哪里有两个三个啊？那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的 concept 里面全部神来的嘛，是吧？咁你讲到 Allah 系一个神嘅话咧，哦，佢就其中一个咯，多一个少一个冇所谓嘅，分别唔大嘅。但系我哋要传达嘅系 the creator 同埋 creations 之分咯，所以唔好咧一句就否认咗，哦，佢强调一个神，得一个神。其实啊，对他们来说神是很多，事实上神是很多，因此呢，马经翻译就是天神了。所以我们没有太执着说天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变了他们那种的想法，不是的嘛。我们就是要解释给他们，是那个是神来的，死神来的，但是死神是 Allah 创造的，天神也好，乜神也好，天人神也好，这个神也好，他们都是被造物，他们都有拜 Allah 的。他们跟我们是同等的，
众生平等啦。虽然唔同类，佢哋系马拉伊噶，我哋系人生，佢哋系天神，我哋系人类，唔一样。但系咧喺呢个位咧，我哋系平等嘅，被造物、被创造者呢一度，我哋系同样都系被创造嘛。人类又系被创造，天神又系被创造嘛。加埋精灵、鬼灵呢一个领域又系嘅。佢讲嘅鬼啊、灵啊呢啲，咪阴咯。啊，我唔知你阿妈佢会唔会教你？如果你哋去嗰个咩啊？去 outdoor。户外嗰度去行山啊，去咩嘅时候，如果去厕所有冇讲咩啊？系咪讲唔乖姐姐啊？嗱，我去问佢哋，第一我问佢哋咁样先，咁佢哋去答嘅，系啊，佢讲唔乖姐姐，咁问翻佢我，喂，你同边个讲啊？你同边个讲啊？唔乖姐姐。啊，即系同嗰啲鬼咯，即系精灵咯。嗱，我哋伊斯兰都要教我哋噶，我哋伊斯兰教我哋同阿拉讲。嗱，你同精灵讲，你同鬼讲嘅时候，我哋系同阿拉讲噶嘛。阿乌杜比拉希米纳库布斯瓦勒卡巴伊，我阿拉求你保护我哋，唔好受到嗰啲男女恶魔嘅伤害。去厕所嘅杜安，你一讲，嗱，佢哋又唔系迷信喎，明唔明啊？唔系迷信啦，佢哋个对象搞错咗啫。OK， 嗱，如果你佢哋笑我哋话，我讲到话 ，Sam 教我哋咧 ，even 去厕所都教你嘅时候，佢哋笑，系啊。如果你讲我哋去厕所都系祈祷嘅，嗰啲基督徒都笑嘅，因为基督徒觉得你哋一日五次祈祷啫嘛，好唔多啊！佢哋话我哋基督徒任何时候都可以祈祷啊，咁你 challenge 佢嗰个 daily dua 啦，我哋照镜都有 dua 嘅，都有祈祷嘅，佢哋冇 salah 呢个 concept， 冇礼拜呢个 concept， 佢哋得 dua 嗰个 concept。咁我哋讲一日五次嘅礼拜咧，佢认为系一日五次嘅度额祈祷，系两样嘢唔同噶嘛。所以当我哋讲到，诶、哎，唔知啊，伊斯兰教我哋咧，我哋去厕所都系祈祷啊，佢哋嘻嘻笑，佢哋系咪祈祷准咧顺畅啲啊？咁我问翻佢哋呢个啦，嗱，你阿爸阿妈有冇教落？咁你喺度讲有啊？又咁样得啦，同边个讲啊？同鬼讲，鬼要用咩？你系同阿拉讲。当然我哋唔系咁讲啦，我唔系咁直接讲，我都系讲翻我哋。啊，你哋系同鬼讲，我哋同阿拉讲，我哋系同创造鬼嗰、那个，创造灵嗰、那个，佢先有 power control 到佢哋。所以你只好似交流咯，互动咁样交流嘅时候，佢哋讲过嚟嘅。他们以他们的 concept 讲过来的时候，我们又转换了，转换知道、啊、他讲的神是指谁，他讲的鬼是指谁，他讲的灵是指谁、啊、甚至他讲的什么佛啦、菩萨啦，这些是 unseen。 unseen 里面呢，我们有两个 creations， 一个是 Malaika， 一个是 Jin， 是我们看不到的 Allah 创造的东西。而佛教呢最复杂，他们呢是全部去混入那些鬼灵那一刻，他们甚至是有很多名字给你，我们没有那么多名字给他们，但是知道他们的职责是什么。所以呢，由那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即是 Islam 我们又给他们知道是 for human being，
for the 屬於所有人類，阿拉啟示俾所有人類嘅，唔係就係啟示俾一個民族。所以咧就俾對方也知道話，哦，其實啊，以前所有嘅先知傳達緊嘅都係同一樣嘢啊，只不過咧慢慢慢慢嗰啲人偏離咗當時先知們嘅教導。而現在穆罕默德所攞去阿里維斯咧，唔係話嚟叫你哋，你過嚟過嚟。以前嗰班全部錯曬嘅，得我一個先啱嘅，唔係嘅嘛，唔係嘅嘛。相反嘅，穆罕默德所攞去阿里維斯，阿拉派佢嚟。第一，阿拉派佢嚟，唔係佢嚟。第一，阿拉派佢嚟。第二咧，你叫啲人過嚟過嚟。嗱，以前嗰啲咧，佢哋教到嗰啲係啱嘅，啊。诶，我话俾你听，点样先系正确嘅跟翻佢哋啊嘛，跟翻之前嗰啲先知啊嘛，因为佢哋通通都系嚟自同一个造物主啊嘛，唔系你抄我，我抄你噶嘛，而系嚟自同一个 boss， 所以佢俾对方知道，哦，我哋讲紧嘅呢啲，无论系古，无论乜都好咧，系。同佢都要關聯嘅，就唔係我講我個故仔，啊你就係聽咗，哦你原嚟係咁可憐啊，哦原嚟係咁巴閉啊，哦原嚟係咁威啊，唔係啊，我哋係講緊你啊。有一次俾你 Adam， 我話 Children of Adam， 亞當嘅兒女，唔係得我先係亞當嘅兒女，你都係噶嘛。当然你直接讲佢唔信啦，系嘛？佢边个信你噶？亚当、麦当啫。只不过我哋解释啊，讲嘅时候咧，即系俾佢知道咗，所有人类由亚当开始咧，佢哋就已经系接受紧阿拉喺唔同时期启示俾唔同民族嘅先知嘅正信嘅教导，正确嘅系点样？咁而家佢哋行緊嘅正唔正確？叫咪係否認曬？你一否認咧，就變咗哦，你 Islam 或者 Allah 就係喺猶太民族嗰度先有 guidance 嘅。嗱，呢個都係猶太民族嘅鬼計嚟嘅，唯有通過佢嗰條線咧，先可以得到正信嘅。所以我都懷疑一神教呢一個係咪一啲陰謀？嗱，一神教咧係猶太人係第一，後邊嗰啲咧你係繼承我哋嘅遺產，冇我哋咧就冇你哋嘅。其實伊斯蘭唔係咁。Islam 是来自 Allah 普遍地传给人类的，所以我们要尽量在这一方面呢，就是多点去理解，变了个个都会有一种就是事关自己咯，而不是事不关己，或者是你们、哦、外来的文化、哦、外来的信仰，跟着要外来的 Islam 是外来的，你虽然来自阿拉，所以喺嗰度咧，我哋当我哋同佢哋表述嘅时候，我哋好少，至少我好少去用我哋嘅，无论系我哋嘅伊斯兰，我哋嘅圣人，我哋嘅真言啊，我哋嘅呢三个字尽量唔好用。阿拉咧唔系。唔单止系 Muslim 嘅 God 噶嘛，唔单止系 Muslim 嘅主嘛。قل أعوذ برب الناس， 我求人类嘅主噶嘛。人类嘅主，甚至咩 ？رب العالمين。Alhamdulillah， Rabbil Alamin， 众世界嘅养主噶嘛，几时变咗系你嘅啫？
虽然我哋讲，哎，阿拉系创造天地万物嘅，阿拉，但系咧变咗，哎，我哋嘅阿拉咧，我哋嘅阿拉咧，我哋嘅伊斯兰咧，我哋嘅变咗，啊，你哋唔关我事，系你哋嘅啫嘛。Islam Allah tu kau mian, ida ja anasrullahi walfat. Kau tahu mian, ida ja a nasrullahi walfat. Waraaitan nasa fi dinillah. Allah kecunggau. Dinillah.當然我哋講我哋嘅嗰個嘅時候，係我哋對 Allah 嘅講對答嘅時候 ，du'a 嘅時候 ，Rabbana atina， 哦，我們嘅主，我哋 call upon Allah， 我哋先用呢一個嘛。但係你同人哋分享嘅時候咧，你唔好分開咯，你唔好把嗰個係我嘅 Allah， 唔係你嘅，唔好俾佢哋有呢種感覺啊。所以我哋用词嗰度系咯 ，Allah Allah 去创造天地万物嘅 Allah， 唔系我嘅 Allah 嘅。我哋都唔会讲个太阳系你嘅咧，系嘛？系你嘅太阳，因为我嘅太阳咧，你都会笑咯。更何况创造太阳嗰个几时变成我嘅，或者系几时变成你嘅咧？啊，所以咧 ，Inshallah 啊，都系希望大家。啊！一齐呢个研究啦，啊！我呢度系抛砖引玉，啊！试下慢慢咧睇下可唔可以整理一套出嚟，俾到真系我哋可以有一个考试 SOP 咁样，啊！当我哋同一啲东方人，特别系唔信做埋主嘅，或者系冇清晰相信做埋主嘅人。無論是道教啊、儒教或者是佛教的啲人，有呢啲信仰的人去分享的時候咧，啊點樣更加易啲俾佢哋明白到啊 ？Allah 係邊個 ？Islam 係乜嘢？啊 ，Allah 係眾世界嘅養主，同埋咧係Islam 係俾全人類啊，唔係限定邊一個民族，邊一個民族。雖然在社會的角度來說，他看到印尼人都是印尼的宗教，巴基斯坦人都是巴基斯坦宗教，好像跟我們中國人、華人一點關聯都沒有。當然那個歷史或者什麼社會角度來看是造成這樣的結果，但是當我們跟他分享的時候，我們怎樣去慢慢以我們的角度去講明说明、解释、澄清一啲啊，同埋俾佢哋即系知道一下 ，Islam 唔系1442年先有嘅 ，OK 啊，咁样咧 ，Inshallah， 即系至少啦，至少佢哋明白到一啲嘅话咧，有啲人真系噶，如果 Allah 开佢嘅心入去，进一步去寻找真理咯，啊，佢就去避开或者就唔会受到嗰个民族嗰、那个。阻礙咯 ，otherwise 咧係有人噶，有時佢講係喂，我哋中國人可以信呢個教嘅咩？我話你唔好咁諗啊嘛，你要諗下我哋解釋俾你聽有冇道理啫嘛，有道理你就可以信噶。我哋而家係講道理啊嘛，而家唔係講古仔啊嘛，你講古仔就話啫。我可以相信这个古仔，我可以加入这个古仔入面的一个历史人物，或者是那些叫什么活动的吗？不是嘛，你讲些道理，理性啦，伊斯兰好讲理性的嘛。我讲过这个理，这一套解释了，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就可以信，你认同就可以信吗？唔关你系咩人噶，唔关你系咩民族噶，唔关你系讲咩语言噶，系关我讲呢样嘢有冇道理。
啊，所以咧呢、这个系一个我哋希望咧，我哋喺特别系华人嗰个社区或者华人嗰个社群入边咧，啊社会入边咧，当同佢哋分享嘅时候咧，啊希望我哋对佢哋认识一啲咯，咁啊就易啲去交流。如果唔系咧，水火不容。佢哋咪系一成就入边嘅框框入边嘅人，喺出边。一讲咧就系一开始就已经一个隔阂啦。我认为咧你系另外一边嘅 ，OK， 完全同我哋冇拉能，好似水同埋火咁样。其实唔系嘅，系以前嘅先知同样要传达过呢个真传，不过咧而家嘅人系离开咗，偏离咗当时嘅教导，而一点一点去分析俾佢哋听嘅话咧，啊，咁佢。到时佢 upgrade 加埋啲先知落去，就系跟翻佢当初嘅教主。当初教主都系教你呢啲噶嘛？啊，问题系我哋俾嗰啲神神鬼鬼嗰啲干扰，而加多咗嗰啲元素，甚至系嗰啲元素系我哋信仰哦，佢哋信仰嘅一个主角啦。而把做埋主同埋先知嘅抛到另外一边，咁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睇下大家有冇咩问题疑问，或者系想发表啲咩嘢自己嘅睇法都得嘅，啊，大概两三个字到啦 ，OK。咁我系啊，睇下有冇系。因為很多時候分享伊斯蘭教的時候遇到的是佛教徒，然後他們有幾方面的論點的，譬如大家就是說宇宙呢是沒有創造的，他們說一切事物呢都是因為緣起機緣巧合的情況底下出現的，咁然後佢哋好堅信呢方面嘅，然後甚至乎係你一提到話有個造物主，其實佢已經一一否認。咁呢度又點樣去解釋翻咧？嗱，呢個咧，我哋又嗰、那個叫咩咧？針對性嘅啦，針對性嘅嘢咧，就直接同佢分享交流。我哋唔係話講 argue， 唔係話辯論。这个宇宙万物怎样从无到有，我估呢现在就算佛教徒他应该都不会否认说宇宙大爆炸 Big Bang， 是吧？应该很少人去否认这一点的。有些人没听过。是吗？是年长啲嘅，嗱佛教徒咧，我呢排听到好多咧，头先我都讲咗啦，连嗰、那个佢哋嗰个两个神咧，佢哋都有名俾佢噶啦，所以咧佢会有一啲系嗰个佢哋讲嘅系好有道理嘅，有道理嘅。嗱、啊，我呢排听好多咧，但系问题话缘起呢、这、一个。他们都解释不到的。OK？ 甚至乎他们都会说，如果他们都认是解释不到的，然后他们就会，然后他们就会反问我们，那是鸡先还是鸡蛋先？然后他们就会讲到好像那个，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说，而有时间，我觉得可以慢慢去谈这个题目。先要鸡还是先要蛋这个题目？真系噶，其实我哋俾多啲时间唔紧要噶，最紧系对方愿唔愿意同我哋慢慢咁样去倾啫嘛。唔系，佢就系带出呢点、就系同你讲话呢样嘢根本系考证唔到，或者根本冇可能证实到嘅情况底下，所以就唔需要再讨论啦。佢哋嘅意思系咁。其实我哋都唔系咁样嘅，因为咧，我哋讨论咧系又揾翻一个做物主系好紧要嘅题目，明唔明啊？
好緊要嘅誒，好緊要嘅一個答案噶嘛。二，我哋唔去揾翻，唔去尋找翻嘅話咧，我哋就好似其他嘅動物一樣。OK， 咁樣去喺呢個最後都唔知我嚟自邊度，而又去邊度？你而家咪係講翻一啲即係無厘頭嗰啲嘢噶嘛？如果真係有心，我哋可以去討論。啊，實用少少，實際少少，唔好真係講廢話。當然要唔係 argue， 我哋係理性咁樣去思考。For example， 你話先要雞啊，先要蛋，唔緊要，我哋假設先要蛋先。咁嗰個蛋點樣變成雞咧？系嘛？咁你又需要一个适合嘅温度啊，或者乜嘢咩啊？好似孵蛋噶嘛？咁而家你冇鸡孵蛋啊嘛 ？OK， 啊，咁呢个蛋又系冇一个适合嘅温度几耐啊？跟住之后咧，佢先去变成鸡噶嘛 ？OK， 咁呢只鸡系公嘅，一系乸。OK， 啊，慢慢啦，调转啦，而家另外一个话题，如果先要鸡嘅话，同样嘅系一只系两只，如果一只系公嘅，一系乸嘅，如果两只嘅话，一只公一只乸，点解系出嚟系一只公一只乸，而唔系两只都系公，两只都系乸？如果是你说初初是一只公的，那那只乸怎样出来的呢？谁知道一只公鸡是需要一只乸呢？那个鱼知道的吗？就算知道 OK， 知道的话呢，那你要缘起一只鸡要多久呢？进化演化成一只鸡有多久呢？一个钟两个钟？不是的，千年万年的嘛。那这只公鸡是几多岁来的？是讲不通的，明白吗？而且不单是这只鸡，一对鸡，这么多个动物。但我多数呢，会给他们一个，那个题目的，不一定是那时当场就讨论，我哋去谂下，假设我哋呢个地球上冇咗蜜蜂，人仲可以活几耐？我哋地下如果跌咗一个牙签嘅话咧 ，OK， 嗰个牙签冇佢有佢，会唔会我哋嘅生命会唔会受到影响啊？唔会啊嘛。蜜蜂会不会啊？不是你，不是我的，是全人类啊，甚至是动物啊，生态啊，整个生态啊。我一时等会没了蜜蜂呢，四年人就灭亡。咁一细只嘅一只蜜蜂，没了佢，我哋人就灭亡嘅。同一隻牙签，我哋可以话垃圾咁抌咗佢嘅。点解呢个牙签就要人造，而反而蜜蜂冇一个系制造佢出嚟嘅咧？跟住就睇成个 system 啊 ，OK， 太阳同埋地球都唔可以再接近啦，亦唔可以远啦。咁边个把呢两嚿嘢摆喺啱啱好嘅位置嘅？好多呢啲啦，好多不過要去細節少少咯。啊，你少少逐個慢慢忍耐啲，啊 ，OK， 耐心啲咁樣去。你要解釋你嘅嗰個緣起俾我聽，我解釋我嘅創造點樣去證明俾你睇。啊，成個 system 啊，佢唔係得一個嘢。所以 Islam 對穆斯林嚟講咧，科技科學越發達咧，我哋嘅 iman 係越強嘅。例如讲到人类
人类基因蓝图密码，好似2000年嗰时候，好似我哋人类即系打开咗嘛，当咗系咪啊？哇，几叻！我系人类嘅嗰个科学家，唔系话一个国家喎，系好多国家，系嘛？顶尖嘅科学家咧，先打开咗嘅。咁我哋嘅问题系几时有嘅呢啲基因？几时就有噶？人类啊，佢讲人类噶嘛？啊，有人嗰时已经存在啦，呢个 OK。咁而家你而家先打开喎。第二你打开不是你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或者一个国家的人打开的 OK， 你花了多少精力多少时间多少人力，而且是有组织的，有意识有组织的去打开的，逐渐开了。人力的角度来看，人力科技或者科学是一大进步，是对的，我哋唔否认，但系我哋用我哋嘅角度去睇咧，我哋嘅问题系边个识嘅嗰个密码？有时夹硬啫嘛，你而家开咗，咁我个问题边个识嗰个夹硬啊？你人嘅依家见到嘅，你以为人嘅咁嘅科学。咁嘅能力系嘛？咁大嘅能力，从用我哋角度，另外一个角度睇，反而显示到人嘅无能咯。你可以打得开，不过你 set 唔到。啊，你就可以打得开，但系你 set 唔到啊，即系证明有一个仲叻过人嘅咯，佢 set 就喺嗰度。而而家到而家2000年啦，用人类到而家唔知几多年啦，咁而家你先打开嘅，仲有好多啊，仲有好多呢、这个系一个，我唔知同仲有一个一啲好似嗰个叫咩用我哋嘅生活 ，OK， 而生命嘅教导当中咧都可以去证明到一啲，例如Ramadan嘅嗰个 timetable。罗马丹的 timetable 我们知道，我们讲翻嗰个罗马丹系每一年系唔同噶嘛，即系最好咧系，即系佢去循住嗰个唔同季节咧，去出现喺唔同嘅月份，因为我哋用嘅系 lunar calendar， 阴历，所以以阳历 solar calendar 睇咧，佢系一路行走紧嘅。OK， 呢个系咩咧？这个是阴历的角度，但是我们就加上那个叫什么地球 ,OK, 地球的北半球和南半球有什么分别啊？地球季节怎样啊？调回转的。所以睇下，一般嚟講咧，我哋人例如中國人又好，邊個人好，邊個好，佢自己 set 嗰啲 calendar 咧，多數係 local 嘅。OK， 我就係 set 翻我呢個地區嘅季節，根據嗰個季節做乜做埋做乜做埋，或者係點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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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係經過個農業 ，OK， 栽種啊乜乜乜，經過個時間啊，得呢一個咧。咁樣循環嘅時候，喺唔同嘅季節循環嘅時候咧，變咗 global 嚟睇嘅時候咧，就變咗個個都平等咯。如果你就係固定喺北半球嘅嗰個冬天，咁南半球咧年年都係夏天啦。調轉過嚟，如果你係 set 喺夏天咧，咁南半球年年都係冬天啦。就变咗咧，年年冧下单，我哋又飞去南半球啦。冬天短噶嘛，日短噶嘛，夜长噶嘛，系嘛？但系咁样一嚟咧，均匀咗啦。嗱，呢一个嘅 timetable 边个 set 得到啊？唔使话1400年啊，就算依家今时今日，你唔好提呢一点。你比普通一个人
計數叻嘅人，你睇下你可唔可以識一個要固定喎？固定之餘又又早緊嘅喎。嗱，拉麥丹係冇變過嘛？我哋拉麥丹齋月冇變冇改過㗎，年年都係拉麥丹嘅。但係咧，佢又早緊嘅喎，明唔明啊？就算你俾而家嘅人，如果佢唔知道呢一點嘅話咧，佢都未必即係設計得出嚟。但一千四百年前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設計咗呢個。如果唔係 Allah， even 就算 Malaika 又好，唔使話 Muhammad 都 Malaika 又好，佢會唔會話知道呢啲咧？至少人類嘅知識達唔到咯。仲有一個係 Istinja， Istinja 呢個係即係靜下，我哋嘅靜下咧係好簡單嘅一個動作啫。其實我哋諗下，有時你話咗俾人聽，講俾人聽咧，人哋會講咩咧？講呢啲係有啲民族即係自己有自己嘅唔同嘅生活習慣。咁唔同嘅生活習慣嚟自咩呢？嚟自佢哋生活嗰個環境。係呢個啱嘅，呢個邏輯係啱嘅。但係根據呢個邏輯嘅話，最識得用水洗嘅人應該係住喺邊一種環境呢？水多嘅地方。水源豐富的地方的人才懂得用嘛，是吧？即如果用我们中国来说是黄河流域、或者是长江、或者是珠江、这些河流、湖泊、住在个水边的人呢才懂得的嘛。第一我们去看看，去查一查，无论是今日无论是历史上有没有，第一点。第二点，教我哋用水洗嘅系边个？住系冇水嘅地方嘅人，沙漠喎。住系沙漠嘅穆罕默德洛洛喺呢个身强调，叫我哋用水去洗，大小便咗啲可以用水洗嘅啫。喂，呢个唔系咩高科技喎？呢个唔系咩好深奥嘅道理嘅喎？但请问有哪个是这样教我们？按道理来说，这个谁不知道？小朋友都懂的啦，用水洗，这个哪里整污糟就用水洗，个个都懂的啦。是啊，道理是 很简单的，但是强到大小便之后用水洗的是谁？我哋知道佛教咧，佛教徒咧，佢哋叫做系咩啊？生活嘅智慧啊，喺生活当中系佢哋有好多嚟自呢啲。但我都想知道一下，特别系中国人嘅法师、大法师，星云啦、乜啦、麻啦嗰啲最出名嗰啲，有冇洗啤啤先？有冇静下先？呢个唔系穆斯林嘅专利，只不过穆斯林强调。这两点呢，是有时我会跟他们分享这个，他想了，他会给我答案，谁教穆罕默德索洛森，是吧？谁设计的那个 timetable for Ramadan， 感恩均匀，同时要证明到穆罕默德索洛森，他的mission 是全世界的咯。如果不是呢，他就是一个适合 Saudi 地方的 timetable， 那个 calendar 就可以了。使乜会识到有符合全球，甚至系对全球嚟讲都系相对平等、公平啲嘅一个历法咧？而且你又设计咁样嘅话咧，你又具备咩基础嘅知识先可以设计到出嚟咧 ？OK， 仲有冇其他问题 ？No， 就系我再 OK， 系咯。都是我想在华人里面更新是一个概念，就是讲轮回这个概念。
即係前世啊、後世啊嘅不同嘅輪迴啊，即係你今時今你今一世咁嘅遭遇係因為你上一世修得唔好啊，諸如此類。咁喺呢方面咧，又點樣從伊斯蘭教嘅角度出發去？那轮回呢，它是讲的轮回，所以它没有一个 beginning 的，它讲不到一个 beginning 出来。okay? Islam 的是最善，最善呢，我们没有前世，我们要今世，我们今世之后我们要后世，在最善。okay? 我们由这里开始，现在我们在这个 beginning， 死了之后呢 eternal 了，eternal 嘅，最善嘅，只要我哋就冇轮回呢一个嘅 concept， 啊，咁轮回呢个 concept 咧，佢就系对一个心理系一个帮助，但系咧讲翻 Islam 或者 Allah 话俾我哋听嘅咧，点解我哋要咁多嘅 suffering， 咁多嘅痛苦啊乜嘢嘅？其实 Islam 嘅解释就系考验。你又通过这些考验呢，你是后世呢就去得到你相对的报酬了。即是现在是给你做事的。你的报酬呢，你是将来会有 收入的嘛。但轮回呢就变成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做到啊。但是你告诉我听我前一世做什么的。怎么去证明是我做的呢？所以 Islam 不讲前世的嘛， Islam 讲现在这一世是你的 beginning， 那你想后世得到什么呢？现在你做什么你后世就得到了。佛教不是，佛教现在你做什么呢？是前一世你受这么苦呢，是前一世你做了什么衰事啊，或者是哪个哪个等于是他讨债的。 OK， 那用什么他找错人呢？他怎么记得是我呢？怎么是我呢？那些是证明不到嘛。你不知道，如果我，如果你说前一世，我应该知道我前一世是什么的嘛。无论是狗也好，无论是猫也好，无论是什么动物也好。因为呢，佛教他说其实没有变到嘛。你的 form 变了嘛。你的 origin 没有变嘛。所以这个更加应该就知道了。你上一世的动物的我，这一世的人的我，下一世的鬼的我是一个嘛。只不过在不同的三个领域呢，我有了三个 form， 而那个 origin 是一样的，是同一个。那你说应该是更加应该知道，虽然你不要看他是狗啊，他前一世是人来的，就算其他人不知道，他自己又知道嘛。这点是能讲的，唯有我们跟他们讲这些，即是类似道理，或者类似这些落差啊，或者是这些。当然他讲的那些有没有证据的？少少有时间中去找到一些的所谓的叫什么？潜意识。潜意识有没有去找到这个？但是我们的讲法，我们的理解是按道理来讲，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因为每一个人无论他变了什么都是他自己，只不过那个外壳变了而已，而他的本质本人是没有变到，那么他应该要知道才是。还有很多例如你人做坏事做了之后呢，你去到下一世变了，就是他的什么变咗动物啊，变咗恶鬼啊嘛。但依家唔系，依家系我呢个世界人越嚟越多，人越嚟越多。所以佢嗰个咧，我哋都少啲去拗嘅。当然当讲起呢啲咧，我哋好即系严肃咁讲咧，我哋都可以话同佢交流咁可以讲嘅。我哋都想知道啊。不过咧 ，anyway。在他们一个是没有创世的那个
信仰。其實咧呢一點我都少少懷疑，因為咧我睇嗰個佛教或者佛祖嘅嗰個古，即係生平嘅戲咧，哦嗰、那個集咧係睇到佢要提過，但問題咧就好短啫。好似講到佢哋咪原本係分嗰個咩種姓嘅嘛，即係唔同嘅種姓啊。即係六道。都唔係六道，即係人。在印度教的印度嘛，印度有不同的种姓的嘛，即是什么级数那个婆罗门是那个嘛，所以他那里有一个最低的那个他想修法，想信法的时候呢，那么有些人就不欢迎，但是佛祖就讲到啊，做埋主创造的人啊，或者是什么，或者要这样做呢，是好像啊有鱼做埋主类似这样的一句的。所以變咗咧，有啲人就提出嚟話，如果佢提過嘅話咧，佢應該有更多嘅表述嘅。但係咧喺經典入邊咧就冇見到，喺經典入邊。當然呢個我哋就唔會同佢拗啦，反而我哋想知道話，準備佢解釋一下緣起咯。啊，緣起，即係你講到緣起咧，先可以解釋得到呢個世界嘅存在。所以它變成它模糊化的、哎、不要說了，第一因，我們叫第一因，或者是第一、第一物質，或者是第一因，你一說題目它就不說這些，沒有辦法不說。 OK， 今天我們到這裡先， Inshallah， 希望大家有什麼意見建議呢都可以、email 或者是 message 給我們，我們收集之後呢、大家如果有咩高见咧，都欢迎嘅啊！都欢迎嘅，呢、这个咪系一个结论啊！呢、这个都系个人嘅一个少少嘅学习嘅报告啊，学习嘅心得报告咧，同大家分享咧，以便大家可以就话系咯，当我哋同人哋倾嘅时候，人哋分享嘅时候咧，喺 Islam 嘅坚定嘅信仰尽信之余咧，我哋都可以俾大家知道一下，其实。所有先知在不同民族的先知，他们宣传的东西，他们传达的东西，他们信仰的东西，其实都是崇拜独一的做主，而不是崇拜那个偶像。Inshallah， 希望呢再最深入一点学习呢，可以求 Allah 呢开启我们的心扉。同埋引導我哋，賜俾我哋有益嘅知識，又求 Allah 咧堅定我哋嘅信仰，同埋賜德國俾我哋。阿門。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Wa alaikum assalam。多謝校長，多謝。